日前网上曝光一组张艺兴、彭昱畅、张子枫三人海报，画面中彭昱畅伸手揽着张子枫，张艺兴也像大哥哥一样将手自然地搭在彭彭的肩膀上，关系十分亲密。照片中张艺兴身穿卡其色条纹衬衫，杏色与黑色的搭配，暖色的色调衬托出白皙的肌肤，内搭白色 T 恤，留着中分短发，尽显阳光帅气。身旁的彭昱畅身穿牛仔外套，内搭白色圆领 T 恤，尽显青春活力。旁边的子枫妹妹身穿格纹 T 恤，外穿卡其色针织马甲，一身穿搭舒适又减龄，留着蓬蓬头，额前的空气刘海看起来甜美又俏皮。另外两张海报中，张艺兴和彭昱畅在蘑菇屋里极有气势地举起扫帚，充满活力，而张子枫则和彭昱畅嬉笑打闹。彭昱畅夸张地捂着胸口向镜头伸手，动作十分搞怪。三兄妹在风景如画的桃花源里过着向往的生活，这果然就是真正的桃花源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